好啊，欢迎来到看呢 Judy Crystal Shop 里面的片啊，我是店主，我是 Crystal。 今次呢录这条片的原因呢，就是想介绍一些关于我铺头里面会卖的嘢，即是我 sell 嘢啦。我有好多嘢要 sell 俾大家的，就是这些啦，还有这些啦，这些大多数都是我会在店铺里 sell 的。那不如我为大家逐一逐一介绍啊。这副太阳眼镜我在街边买的，那就是15元。然后这个袋呢就是10元。咁咧就好新淨嘅，有少少瑕疵啦，因為大多數呢啲嘢都係都係二手貨，我都係攞翻嚟嘅。然後咧就有呢啲繩啦，呢啲繩喺文具鋪一路都可以見到，但係因為咧我自己又唔想儲埋太多無謂嘢啦，咁我就攞出嚟放啦。呢條嘢咧就我賣出去咧就係5元咯。然后呢手绳呢，咁呢我呢就织咗好多条嘅，咁呢就有呢啲同埋呢啲啦，咁呢呢条全部都係35元至35元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 WhatsApp 我嘅，咁价钱尽量都可以讲一讲囉，但係要真係 WhatsApp 我囉。然后呢啲襟章呢就係、是、呢我咧喺喺出邊冇得賣嘅，就咧之前人哋送嘅。咁咧因為有少少瑕疵啊，所以就爛爛地可以見到嘅個魚字，同埋啲粒粒地，係淨係得呢兩個叫做比較好嘅。咁都仲有其他襟章嘅，咁有 7-Eleven 啦，有一加一即係食環署類似嘅地方都幾襟章嘅。咁咧細嘅呢啲咧就5元啦，咁咧呢個咧就15，呢兩個就10元。咁呢三個咧就咧叫做喺出邊真係冇得買嘅。咁咧眼鏡咧就想講一講咧我哋鋪頭嘅規矩啦。如果我哋逢買襟章或者細件嘅嘢咧，我哋都大多數都要買最少兩樣嘢嘅。好，講完襟章就講呢只狗狗啦。呢只狗狗咧其實係 BB 嚟嘅喎，吹得起聲上嚟㗎。咁咯。咁之後咁就係外地貨啦。咁我買咧，我就買15元嘅。咁咧，好講完之後咧，然後呢個釘書機啦，咁我就因為我買過另一個啦，咁呢個新淨嘅，係冇壞嘅，可以開一開俾大家睇睇啊。嗱呢度啦，咁样仲用得嘅。然之后咧，咁然之后咧，我哋可以试下。嗱，我揿一下啦。咁呢个就系个钉子嘅情况啦。咁好，講完之後咧就講麥當勞公仔啦。呢個麥當勞公仔咧就係、是、今年蛇年嘅時候咧，麥當勞做 promo 嘅。咁咧就有12個，咁我就買咗其中一個啦。咁都叫乾淨嘅，因為都係二手貨，所以得一個嘅啫。大家有興趣就快啲嚟買啦。咁之後咧就有呢個小天使啦，呢、這個天使喺出邊買咧就相信都幾貴嘅，咁喺我度買咧我就買12元嘅啫，幾平。之後好啦，講完呢啲之後就講呢個袋啦。呢、這個袋咧喺 Halloween 嗰陣時候買嘅，所以都叫做比較肉酸啦，叫做幾搞笑嘅。咁裡面咧都叫新淨嘅，因為淨係上年買完用嘅，攞嚟裝過桶嘅啫。放心，裡面係好乾淨嘅，冇塵冇剩嘅，冇瑕疵嘅，呢個就係有少少污糟，少少咯，唔係太多。好，講完曬之後就到呢把線啦。
呢把扇咧系钢牙同大髀嘅扇啦。咁咧，我除咗呢把之外咧，仲有把嘅。咁仲有把，个把就系 Donald 德嘅绳嘅扇。咁你哋可以再同，如果大家睇到呢条片嘅话，就可以 WhatsApp 我啦，就话俾我听你想要 Donald 德啦，定还是钢牙同大髀啦。好，讲完扇啦，到讲书啦。当然我讲的书是指这些书，你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？这些书呢其实呢就在 7-11 买的，那都有少少瑕疵，因为之前呢曾经呢就划花了少少的，就写了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啦。那大家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呢，我可以就买一买，即是查一查开它啦。咁呢度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嘢啦。佢有话俾我哋听一啲叫做鼓励嘅字句啦。咁就有三本，就二三四嘅咁样囉。几好㗎我觉得。咁呢因为呢喺出面买都叫做贵呀。咁呢我就买我嘅价钱呢就係$83啦。我嘅价钱係$90啦，喺出面买就$83啦。但我唔知有，因为嗰陣时候呢我係贪佢七折买。好似七折定唔知九五折买嘅，所以平少少咯。咁应该喺出边就未必再揾到啦。差唔多都讲晒啦。系啊，啱啱仲未讲翻呢个系应该几钱先？呢个咧我买咧就就45，就$50卖俾大家啦。咁之后呢个袋袋咧我就卖60，就系咁多啦。是还有一个的。之后呢就是有这些印印，我当然不是买个盒，我是买里面这些印仔。这些印仔呢是我在外国带回来的，叫做外国啦。因为呢我很难先找到这些。这个呢我在一般文具店都应该买到的。每个就$10，最少都是跟襟樽一样，最少都要买够两个呢我才可以送给你的。最好呢就买得越多就便宜得越多。大家要记住了，因为这个呢我就是这个呢就是两个啦，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个呢就要给$20。还有呢这个都可以我都会放出来的。那里面那些东西呢我就会拿走的，但是干净的。是不过那些墨水叫做比较少啦，但是都用到的。好，讲完这些之后呢。好啦，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